近日，据悉有三个专利在身的东方神起郑允浩参加新综艺《发明王》，他在节目中将接受人们的委托，通过发明创造来解决日常生活中的各种不便，因在节目里各种新奇的发明备受大家关注和喜爱。先前是在节目里发明了露脸口罩，帅气又实用，在最新一期节目中，极具匠人精神的明星发明家郑允浩又来了，又带着自己的新发明来了，设计不用拖鞋进坊间工具，网友纷纷直呼韩国手工梗，真是个平平无奇的发明小天才。